第二十七题，下列假道新是关于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叙述。甲铁生锈，乙冰块融化，丙干冰升华，丁木材燃烧，戊铁轨受热膨胀，己光合作用，庚水蒸发为水蒸气，辛食物在胃中消化。上述属于物理变化的有哪一些？我们看到乙冰块融化，丙干冰升华，庚水蒸发为水蒸气，是物质的三态变化。物质的三态变化是标准的物理变化。戊铁轨受热膨胀，受热膨胀只有体积改变，并没有产生新物质，因此也是物理变化。所以属于物理变化的有乙、丙、戊、庚。因此第二十七题问我们，上述属于物理变化有哪一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乙、丙、戊、庚。